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这他这为了右边出来人直接死。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난 언제나 최고지. 내 여정은 이제 시작이야. 多拦截，征服者打吧。 这边有骸骨，我得想办法把他骸骨给耗了。 这个饼干，可以，推一下，这还得推，对。 兰博打也挺疼啊！先来个耀光，回家我得出点魔抗了，我得出一个影魔刀。 太恶心了！那有盾，骸骨没打掉。
我操，这哥们带着点烟呢，我说他怎么没交传送呢？攻击力了。现在兰博的红温加速有点厉害。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제압되었습니다这伤害有点过分呢，打人这么鸡巴疼。让他推啊，这波。让他推，推过来，我们这波能杀。他在等点烟吧。可以，你帮我把他闪打出来，下波我杀他。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失误了，哎，着急了。闪现抠的抠着急了，错失了一波机会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
감히 내 능력을 의심하지? 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 哎，这骚人太他妈疼了，我操！我就插个眼儿的。那包女儿可能搁草丛里边呢，她能让我上，可能有问题。有问题，不过没关系。差一点点，有个点盐就好了，有个点盐能这波能双杀。莫甘娜没搁旁边，莫甘娜这波别走。我打信号，他走了。我一看那兰博那是那个样子，就是旁边肯定是有人儿，跑了还。这波单杀应该升级，怎么没升呢？我只能推了，老妹儿。他有闪现。好闪的，这波莫甘娜 Q 闪的意义在哪里呀？闪现 Q 还不是 Q 闪，莫甘娜没法 Q 闪，那直接 Q 能 Q 的就死了。这塔我必须得给他拔了，这兰博太难杀了，赶紧给他塔拔了。哎呦，干啥呢？抠没抠出来，老差这么点儿。
小龙我们家一条还行。瞬移了呢，我这打了吧，峡谷能拿，不过34秒有大，得等会儿我大招。等个26秒吧。你他妈给我死！这边峡谷费点劲呢、就他一个人啊，我寻俩呢。我的装备一般般吧，我的装备其实不算太好。卸手那把是出不了了，要出就只能出影魔刀。下个装备黑切吧。这莫嘎拉是怎么死的？我马上到。黑切其实也脆。小龙，马上打波小龙团。这小龙团战也不好打呀，那金克斯没装备，塞拉斯也没装备，莫甘娜也没装备，感觉接不了，接了要炸。这边小龙团接了可能要爆炸，不行给了吧，这我就给了好一点，下波团再接。那金克斯装备不行，潘森装备太好了，那潘森现在进场没人管得了，那兰博没来可以打，兰博没来，兰博没来，
什么呀？没视野吗？把视野排了。OK， 他们龙不要了。哎，他们家龙不要了。不推，去法域去。不是我非得打你蓝，一会儿蓝国来了，这个蓝怎么办？不要为了一个蓝接团，而且你不有这苦楚吗？你又不缺蓝。扫一下他眼儿，还是可以杀这蓝波。一换一，还行吧。一换一也给点钱，趁他没有金身之前，再杀他一波。1200。这不是要打大龙吗？啊！四打四，他们家要打龙，凭什么？我想问凭什么？可以，给我支他。是要打大龙，差500块钱黑切。你就别来了，我都到了。上路收的，正好我把下塔带了。还有金身呢，这他妈的，不过也行吧，他交两个技能杀我也还可以。要大龙啊，没事，打不了。走吧，他没打。别人抓了啊！那个位置。我漂亮，
这潘森这么难杀吗？小龙打一个闪一个，我也得来个秒表了。我一看，我们也得来个秒表了。对面的中塔始终拔不掉啊，我找找轮着妈位置，有眼儿没法上，左边肯定有眼儿，100%。没事，你收线。哎，好痛！怎么死的这鱿鱼？他放眼儿呢？插了个眼儿。你干哈呢？你在那秀些什么东西呢？我想问一下。老头什么想呢？像有毛病似的，你说。他不能打，他妈打龙挺慢的，其实。但你要老一个一个死，对面肯定就打龙了。跟我来了，他们打不了。不追了，不追了，不追了，说了不追了，不信硬追。你不可能能大大道，别去了，别去了，别送了，兰博搁旁边呢，别送了，一会儿再打就行了，下边再说。他们打不了龙，我一个人打他们家杀，我还能杀一个。他们家打龙伤害又低。他要是个艾克，他就秀一秀还行。一个小破麦格拉，你还跟那潘森跟包女搁在这秀。自身英雄他就秀不过，上路线我不要了，直接跟我来小龙团。
够。这波轮着妈应该有闪，上路让他带，不要了。不要了呀！你跟他打呀！这有什么好怕的？那包女上来就让他死呗！你搁那守谁尸呢？哎我操！这潘森是挺猛。可以回家，兰博拆也拆不掉，没关系，把龙一打。你回家，那你要么你就拆中，你别帮他去打龙去，龙不用你。要么你就把塔拔了，精神病似的。回家也不回，塔也不拆，磨磨唧唧的，不要干什么。你个傻逼兰博还能把高地给带掉，我操了，真是。来呀！我先把那上路线儿清一下子。这金克斯干啥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那兰博不又去下路带去了吗？让他带来。我不下去杀他不行了，我一看不干事儿啊，要么你去守塔，要么你就过来跟我们团，团也不团，塔也不守，也不知道干啥呢。你是这对面一会儿开龙，这咋办啊？全他妈去下了还，哎，我跟你们玩游戏这真他妈的累。龙也没，塔也守不掉。打一个金身一个，没了都。赶紧投了吧，我的天！好菜呀！